超过二十位骑士决定用七天的时间环岛一周，庆祝花莲慈济医院成立三十年。串旗六院其实它不是说单纯环岛，更深的任务就是希望把六院的这个心串在一起。2016年7月8号，强台尼伯特夹带罕见十七级阵风，重创台东太麻里。啊，其实过去嘛唔知啊，时阵啊都变变叫啊，拢天气啊，为保护边的天气。就在台风登陆隔天，关山慈院中医科沈义莹医师决定发起义诊。我们希望以一个实际的行动来守护我们台东的乡亲。风灾重创当地，仁医会义诊团是否能够给予乡亲最需要的抚慰与关怀？